盘子。嗯，感不上。Thank you.
对，向来啊。一只煮没有毛啦，真的啦，一只真的煮不会有东西出来吃啊。你用科技算好了啦。他在帮忙烤漆。跳就这样吧。大霸狗。你有看你不担心弄的还要不还要看你你的大。他那个话在箱子知道啊。是吧？300块，好，谢谢。
是我也不太要骑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。其实，看看会不会太辣？不辣，那就麻麻的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很辣。啊？怎么辣？就麻麻的、啊嗯，有点麻辣的感觉。那我的辣椒。嗯，肉辣都不能肉辣椒。嗯，这才爽。有人都不带我去吃阿珍。嗯，我不吃。嗯，大超，我不吃。大志。哪一口吃法？我觉得大阪烧酱很适合阿珍诶。嗯，我觉得真的对不对？大阪烧酱超适合阿珍诶。嗯，超适合啊。好吃。嗯。为什么味道那么大？你觉得我煎的阿珍好吃吗？超好吃。真的吗？可是你在外面都不吃阿珍诶。外面的阿珍油的。哈，我这个也有油诶。这超好吃，包吗？你知道我刚刚想说天啊，我。有点我整个辣椒都进去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然后你知道我把辣椒做跟披萨一样厚啊？